我是橘子。小时候街边总会有豆腐脑的叫卖声，那时候大老远听到总缠着妈妈给我买一碗，现在长大了很少见了，就自制了一碗。静置后的豆腐已经成型，滑滑嫩嫩的，加点糖也非常的好吃。今天做了更有滋味的版本，一次放入生抽、醋、油辣子、香菜和灵魂的乌江榨菜。以前只知道乌江榨菜好吃，是国民开胃菜，没想到现在都火到国外去了。豆香浓郁的嫩豆腐脑配上鲜脆爽口的乌江榨菜，鲜味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对了，豆腐脑你们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呀？难道只有我这个吃货都喜欢吗？